哎妈，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马上快过年了，啊，行，我也着急，哎，好好好，我去，啊，好好好，好嘞好嘞，啊，我抓紧啊，好嘞，好，再见，拜拜，妈妈。哎，老板，那个你下午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怎么了？啊，你帮我个忙，这个忙嘛，对你也有好处。哈，来来来，你坐。对我有好处。对对对，坐这儿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啊，那个，你帮我把这个李总的文件，你帮我做一下，好吧？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不是，你回来。咋了？我给你做文件，你干嘛呀？啊，那个，我妈给我安排个相亲对象，我去见一下啊。不是，你刚才阿姨打电话，不是说把我。啊，不是，你赶紧把李总的文件做了吧啊！我妈让我去相亲呢，我先走了啊！不是，你给我回来了。不是，又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干嘛，老板？自己做啊，做完不许下班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哎呀，不是老板，那你耽误我谈对象，你得陪我啊！陪就陪，什么呀？知道你还是爱着我。